检讨一下，我有建议院现在状况，现在状况如何？因为他长期劳累，长期劳累，所以身体就是感到不舒服。他在当下在房里穿衣之下，就有到医院去挂急诊。那已经有比较稳定了，已经有比较稳定了。谢谢大家关心。有被问到看到看他？没有，因为现在防疫期间，防疫期间医院也是有管制。那他下午去医院之后，那医生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安排，那也做了这些检查。那也主要也到了晚上我们回家，我们就想让他尽量休息。